央环光。刀锋带了魔法抗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哎呀，在这儿等他一下，看看他来不来啊。马上我可以打晋级赛了，算了，这一会儿再喝吧，擦个眼儿。大眼窝窝土地老王，饮马这种英雄他没有闪现啊，前期可以利用我们的闪现找到一波机会，如果他不是特别会玩的话基本上都会死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呀，还来个小兵，哎我好卡哦。看见了，先扣一下。线往后拖。不知道这艾克来不来呀、啊？最好是别找他打了吧，让他推吧。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。皮鞋小布甲，哎呀，他也不跟我打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看老孙这等着呢。这波他马上溜啊，我们先不跟他打，让他推吧。回家补点鞋，没啥机会呀，杀他呀。算了，那就发育吧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他一点机会不想找，他就跟我就发育，我线推过去，他就跟我在这推。他线推过来，我也没办法跟他打，拉倒吧。把蟹吃了。哎呦我的炮车！还有大，你指定是跑，百分之百跑，那俺俩就交个大得了吧。没事，别让他踢就行了。这波还不回家，确实是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这为什么我出塔了，这塔还打我呀？有点烦啊，这。我整个一换一，还不是我的人头。哎呦，真呀！我们也一换一，可以接受。赵信这波没大啊。吃我塔。我到了。能遇到，可以。
再来一层吧，三层塔皮，我们也不能亏了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走了，三层差不多，我们回家。再把出黑切，牛皮！他第一件出大冰心，他连三项都不出。我们可以把线推过去，然后多游一游啊。这里有个眼儿。这不能往右边左边走啊，真越呀，这都能给越死。走了，太追呀，也追了，回家了，跑车没了，还亮个牌，一大爷的，哼。黑切了，他大冰心儿，我们黑切，你说是大冰心儿厉害还是黑切厉害呢？去也去，这边的吧。哎，我收你的鸡。死的这么快吗？没事，一换一问题不大。呀，可能要一换二，漂亮！这波一换二还给我来点钱。我们这波啊，立功，立功，真的立功。我死哥不费点劲吧。一换一。博士死哥500块钱呢。没事，我把他上路塔拆了。
走，拿小龙去。好像不用去了，人马没有大，他不能去。我们把这峡谷打了，先把这蟹打了，打完蟹把这峡谷打了。好没意思哦，就发育发育发育，一直发育。这上路线我得收。来跑，我有二段大的呀，兄弟。这波我之所以敢一 Q R 他，并不是因为我想跟他换大，而是我知道上一波他跟死哥打完大招用了，不一定能好的那么快。到第几了呀？我是他到底啊，那就没。啊，中推了？没推呀，队友中推了，我们继续上路。这把就应该带个传送，可太难杀了。可能会过来包他，快跑。我们现在就比补刀比的多点儿，优势没有特别大，我这边可以过来。死哥没在，死哥没在，等一等吧。我把这蟹打了。恶飞流丝，哎，这英雄好像没啥存在感呢。啊哈！漂亮，我的车。多呀，我就不闪了，好吧，我闪了也不一定能活得下来，算了，人太多了。我们还打了个虚弱出来，也不错。哎呦我操！可以，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马上到啊，小老弟。他们可能要打小龙。我现在没有大啊，一会儿再过去，不急啊。
这小龙他们拿不了，没事。可以杀，就杀这辅助，漂亮！哎，我这大招怎么回事？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你家 ADC 没来呀？这 ADC 让他赵信捅两下就死，太脆了这。我把中路高地拆了，然后把他们家野区给他清了。你这挺烦人的，我清个眼儿你都不让我清，你要干啥呀？挺讨厌厌的，算了，不行了，回家了。这波不好排眼，是谁给的这个刀锋勇气能一波把艾克给秒了？他觉得他能在0.5秒之内把艾克给杀了，是不是？太嚣张了这。还有为啥这把一个人头也没有？冰心振奋。还要出血手啊，真能出啊，真会出装，真会出装，这装备给你出的。逼大龙来，我马上到，从右边我们试试能不能开他们一波啊。可以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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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起来我们就会赢，没事。把大龙打了。连个助攻也不给我，我差点 money， 给我60块钱，
先来个春哥，对面阵容其实挺拉的。这小龙，把窗户关上，太冷了，这把我给冻死。外面多少度？外面我估计也就只有个16度、13度，我佛了，冬天了。先把龙打了，我这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放技能了？这人我是不是卡了？刚才感觉是不是卡了？随你去流浪。